打完这款游戏《新假面骑士》790块 ，Steam 的万代出品。先看一下选项，有半自动攻击哦，打开好了。然后有控制器，这应该是可以两个人玩的啦。那我算了吧，直接就进来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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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假面骑士哦，小时候有看啦，我大概是太阳之子，还有一点印象。本乡猛，还有一文字那个时候，但是他大部分的我倒是没有全部看完。看到这个就觉得是情怀，不过是 SD 的啊。我可以跳过。啊，跳过跳过跳过，速度速度，他怎么不是做成人物等身比例？哦，好快哦，这走路速度，这节奏带上啊！看到刚刚的教学全部跳过了，应该不会太难吧？我现在先用键盘玩看看好了，好不好？按 J 会迅速向前方使出攻击，按 I 会死。所以那个滑鼠的话用不到吧？哦，有点猛哦，这个打起来。不过790块是不便宜啦，其实。空白键的话是跳跃，啊，目前只有 J 跟 K 啊。身体靠近敌人可以抓住，可以往前扔，当面砸摔，好啦。他不能先打两下吗？啊，还没变身啊。哎，往后加 I， 往后加 I， 好，这样啊，往后掏摔，好啦，这边可以啦。以目前来看，动作游戏做得不错。其实万代啊，他开发手机就没有开发像桌机还好啊，哦，桌机做的还算是不错的。在空中坚持，啊，按住空白键嘞，变身，很特加 L， 很信，变了啊。空中按 Z， 哦，按住啊！三次，我这样子按有点麻烦嘞。没有，哦，靠背啊，是不是键？按错键了，真笑哎！这好像超级玛丽耶，你看，玛丽哦，哎。欸，不过感觉起来这个设关卡的以后啊，应该会变难了。
超衰，它主要都是以两个剑去做合成的啦。他刚刚教了什么我也差不多忘了。换手把看看好了，好不好？换个手把我看看会不会更简单一点。手把，那手把的话变身要怎么变呢？手把倒是比较单纯一点的，其实。这是什么招式啊？刚刚我用的是超必杀器吗？没有。架势中，这个就必杀器了，不会吧？及时回避。这样也不算了。有啊，怎么没有？哦，他回避中还可以攻击，是不是？有啦。啊，对啊，这个。他有一些招式，可能是因为失手小腿才跳出来。好啦，都还有吗？应该没有了吧。大概全部先练一下。可以让我打关卡了吗？如果吓坏他会怎么样？哇，好优美的身材呀、啊！二头身的身材，看到没有？这招不知道叫什么东西、啊，忘了。是用手把好了，其实用键盘会不好操作。蜘蛛改造人，先打再说啊！我这样就被绑住了，这次不好打嘞。等一下翻滚，是我这一招，优美的旋转，踢到了，我踢到这个蠢蛋。
我没有那个了，没有能量了。我快死了。哦，总算结束了。游离子小姐获得食物会变强，应该前导剧情过了吧？过。セーフハウスよ。私はいつも。游离子。开启强化功能。どうするの？強化するのね。好啦。旋风号初级，来啦，还可以两个人游玩呢，变更一下难易度，要选谁啊？我也只有这一位可以选而已啊。鬼怪蜘蛛改造人，其实我到目前为止觉得还不错啦，但是他没有少一个爽快感，待会看一下。我是不是这是增加一些争议效果的吗？发现他的教学太长了吧？如果敌人血再薄一点的话，就会有爽度了。噔噔噔！哎，超级霸体。哇，他这个弹跳弹得不错哦，可以拿来连战用啊。甚至都不用变身啦，那变身的话就是按同一个按键变，第一次是变身，第二次的话就是直接必杀技啦。那我就尽可能不要变身好了，这样子才有那个氛围。
以前不是都等到逼不得已才会变身吗？哇，这敌人也太多了吧！哦，这样子打起来就很爽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其实也不用教学啊，直接在这里就能学习到应有的知识。现在要熟悉一下闪避，闪避大家熟悉一下。幸好我是选简单了，如果选困难的话，应该会打得很闷。拉面，暴击的同时回复 SP， 提升普通攻击的暴击率吗？不要，我们豚骨拉面好了。行了行了，你知道我想要选豚骨拉面吗？因为我喜欢吃豚骨拉面。超视水晶是强化的必备道具，精疲力尽也不会消失。现在已经到了泥巴山路。噔噔噔噔噔，他在讲什么我都不管了。噔噔噔，啊！哇，连我会被波及到那个，也开始敌人变强了，而且现在。说要防敌人以后要防天空这个，这什么？看来我要善用我的闪避剑了啊！啊，等一下啊，我现在这个样子，我可以用特殊技吗？看一下，啊，不行。没有特殊技，那我的血量会因为变身补满吗？太弱了，你们太弱了！欸，连续假期三天，还在玩这个，但是玩这个要花。哎，这个我可以设陷阱嘞，不要被打到就好了。完美闪避啊，看到没有？我现在。尽可能不要被碰到，因为我只剩下半血而已，我怕待会这一关的头部我打不过，靠北啊！我被石头打到了，我有没有两条命之类的？那我们上面一个 A。boss 还没来啊！拜托你的 boss 赶快出现了，不然我待会要变身没有地位。都给，其实都给一些垃圾啊，有没有补血的？啊？有哎，回复 HP 的道具。好，我已经回血了，我已经回血了。修卡，到此为止了。喂，
我可以最高可以打六段，就是轻攻击键按三次，然后再按重攻击三次，就可以打六段。噔噔噔噔噔，得到哪里？幸好我不会被那个幸好那个什么敌人攻击我的时候，我不是啊，是我攻击敌人的时候他们有 bug， 幸好是这样。这样稍微回一点血，这里有自动贩卖机，可以投币吗？20%移动速度，3%的伤害，我有多少钱呢？提升速度啊！啊，这个，这个不用了吧？提升3%，有跟没有是一样的。現れたな。我还没闪避哦。还没闪避啊，为什么反应会突然那么快？其实我的反应不是变快，只是一个熟悉人，对不对？这还打不到他，为什么？就是要这样子打你，还挺好上手的。boss 来了，回血，提升最大 SP。我提升最大 SP， 我有回血吗？没有。啊，有啊有啊，我回了500多。存放，这还可以存钱嘞。靠北啊，1700多，我待会要变身了啊！果然，呜，就这样飞起来了。那、啊、我下面这边是我要手动去喝吗？啊，又是这次，好讨厌打这次哦！干，会不会被打趴、啊？小哥，我下面这边可不可以喝啊？哇，我在哇哇哇哇！变身，嘿嘿，这样才有 feel 啊，是不是？因为看到 boss 了，所以我一定得变身。直接打掉吧。哇！被绑住了，我可以用开必杀技吗？他这招真是太无情了啊！哎呀，必杀技先送你啊！哎，解除了，再按按住吗？啊，要按住了，你放开它就解除了。
来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嘿，我是体操选手，我的头很大，打中了哦。完美的 ND 耶，但他那个是大招哦，啾啾啾啾啾啾，啊，你同一个方式打不到我的啦，你要换点招啊，好不好？我都把你打掉，碍事。哇！刚刚在看看有没有必杀技耶。闪过去啊、哦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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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了，噔噔，好厉害！让我抓到这个时机了，因为要做最后的 ending， 我一定要用我最完美的方式把它打掉，然后这个影片就完美的结束了。太细啦，死了没？还没死啊？不，哎，关键时刻。关键时刻我要按什么啊？靠北啊，你那关键时刻我也不知道按什么啊。哇哩嘞，什么关键时刻？前面教有教到这个吗？刚最后那个脚是怎么用的、啊？奇怪，快死了！不要再出现脚了。来来来来，我是村姑，半月斩。干！我原本要打得赢的，原本是打得赢的，结果那个关键时刻我是不知道按哪一个按钮，刚试过按了大招也没反应呢。日啊日啊日啊！好了，不然就玩到这里吧，大家拜拜。